我们给你们订做的衣柜还没到呢哈。啊？你开玩笑呢还是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有衣柜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过两天应该，因为我过两天装修房子。啊，有衣柜。哦哦，谢谢哥。我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因为不是你说的，你还。这事我难道你知道？你来了给我送出去了，你来了给你们订了个衣柜啊！我给你们订了个衣柜，我们给你们订了个衣柜。我这来了之后，我这就生怕你来到这儿，我看人指他们这儿了，说说吧。啊，你们真的是衣服都挂外面了？对啊，没地儿挂，没地儿挂。衣柜应该快了，我到时候吹一吹，吹一吹。今晚回去买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早就订好了。我再买点吃的。放心吧，非带不了你。咋了？没事，馋了。晚上给你炖地瓜鸡翅。好嘞。还再给你聊聊小家，就他们几个，我拔小家。啊？把小家往从地里往外拔。小家进地里出不来了。主要都是你那个，就是一下去穿那个雨靴都没用，得穿连体的那种才行。就雨靴压根不管用。一下就透了是吧？就直接就没了。嗯。一博了，一博是雪琴，好像是你认识哦，对对对吧，哦、对吧？有好友，嗯，我看你点赞啥的，老给雪琴连的，一博老给雪琴连的，雪琴明天可能我谁都点赞，哥你咋不给我点？是点红的是吧？我倒好像没点，我好像没被点过呀，不给下地干活的点赞。哎，一博这是点你了，